好，好，请坐。好，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欢迎咪咪来到我们直播间。那首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嗨，大家好，我小咪。好，那咪咪最近这个热播剧啊，我一直都有在看。然后你会不会私下里看你的这个演的戏？会跟大家一起追剧。啊，一起追。那我记得这个剧里面有一个场景特别的漂亮，就是一身红衣，然后背景全是雪。对，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演员一般肯定会难免避开不了说一些反季节的拍摄，比如说夏天拍冬戏，会冬天的时候拍夏戏，是吧？那一般在特别寒冷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抵御寒冷的？特别寒冷的时候啊，那肯定就是穿上我们的羽绒服。对，除此之外还有比如说秋衣秋裤啊，然后会贴上暖宝宝啊，拿着暖水袋，这样反正一系列都会有。因为很多演员朋友都说，演员在冬天都是移动的暖宝宝，对，全身都贴了暖宝宝，对，甚至有的时候还会特别冷。那么说到羽绒服呢，那肯定离不开我们波司登，对吧？那咪咪跟我们波司登已经合作了3年了，对，是波司登的老朋友了。那你觉得波司登这个品牌是什么样让你对它有一种莫名的认可？因为我觉得是作为中国自己的品牌嘛，那而且一直坚持做全球领先的羽绒服专家，已经给45年给消费者带来非常专业加温暖的体验了，所以我是非常欣赏这个品牌。没错，它是为了给朋友们来造福这种专业家的这个温暖体验。那你身上这一款羽绒服能不能给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今天之前我前段时间拍了一部戏，就是叫《谢谢你一生》，之前我们在宁波拍，然后拍到后期的时候已经很冷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就身上已经裹上羽绒服了，然后就完全就觉得只要穿上羽绒服，然后就不会担心有天气的问题，而且很保暖，而且非常好看。对，那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为什么这件衣服会这么保暖呢？等会儿我们会进行几个小实验，我会为你来揭晓为什么它会那么保暖，是吧？然后那正常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对羽绒服的要求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从它的外观啊，包括它的设计啊，颜色啊，你有没有什么一些要求？对，其实我还是挺看重设计的。那因为我觉得说羽绒服可能就是除了保暖以外，因为冬天经常要穿，所以还是要好看。那我觉得这款白色的羽绒服我个人就非常喜欢，因为它的线条特别好，而且它会防风，因为北方的冬天风都很大。对，所以我觉得里面就算穿的稍微薄一点，然后进到室内的时候如果有暖气，然后把羽绒服脱掉就好了。但是在室外的话，就算里面穿的很薄，裹件羽绒服你也很放心。对，然后刚刚咪咪说我们这件白色羽绒服，首先它这个颜色非常的亮，在冬天不感到单调，就不会那么沉闷。对，没错，而且呢它的这个领子也是非常有设计感。对，毛茸茸，这个毛茸茸好像比我们正常的在大街上看到其他的一些就感觉多了一些高级感，因为它那个毛非常的厚，很有安全感。对，可以给咪咪一个特写，真的是套上这个毛茸茸的这个真的非常的显得非常格外的漂亮，真的。然后呢其实我们那个作为我们这个波司登代言人，对，然后你刚才说了这一款呢，其实我跟你讲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的它的设计，它是 H 版的设计，然后它的蓬松度是600+的蓬松度，而且两边还有拉链，这样。对，然后它是600+的蓬松度。刚刚我说了，为什么你感觉它比别的一些羽绒服会感觉要暖和，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蓬松度高，然后含绒量是90%的含绒量。所以说足以抵御北方的寒冷，一点都不厚重，穿在身上。对，没错，这是我们波司登的极寒系列。所以说真的是只能让你感受到温暖，不会让你有任何的说冬天那种寒冷，对吧？那么今天呢，其实要跟大家再次说一下，就是今天购买我们咪咪同款的羽绒服，即可以获得我们价值499元的这个酷炫包，限量只有1000份，而且是先到先得。今天呢，还会有一个免单的福利，我们会随机抽取的幸运粉丝来送出价值3000元的免单名额。我们免单名额只要实付满1500元的这个订单就可以了，而且一定是我们的粉丝朋友，一定要点击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说呢，等会儿呢，我们就要为大家来抽取是谁能来获得这个价值3000元的这个免单名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抽取的就是价值999元的波司登手套。我们这个抽取的这个口令叫做专业羽绒服，来，请大家来刷起来，来，请工作人员拿出我们的这个。好，我们这个口令叫做专业羽绒服，大家一定要赶紧刷起来。
因为我们这个有延时嘛，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啊，已经有刷起来。咪咪，你来接还是我来接？我来吧，好吧。不能碰别的手机。好，我来接，行，好。嗯，来，那咪咪来喊倒计时，来倒计时了啊，来，三二一，停。好，我已经抽取到了这位，是我们的粉丝，来给大家一个特写，他的昵称叫做肖芷寻觅，应该是你的粉丝，嗯，肖芷寻觅。好，来，有请工作人员，我们抽取到了幸运观众，可以来跟我们的客服人员来进行沟通，恭喜。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咪咪，我刚才跟你说了为什么我们波司登羽绒服会这么保暖，我们来进行几个小实验。好，好，我们来一步我们的波司登来、okay. 好吧，来，有请咪咪。好，我们进行的几个小实验，第一个实验呢叫做热敏标测试。其实这个东西大家说起来应该不太懂哈、嗯、为什么呢，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来，有请工作人员拿出我们的衣服。就是我们波司登的几个系列呢都会有我们这个衣服里面都会有这个热敏标，嗯，这个热敏标大家看一下，我也有，来给一个特写，它会有很多的温度，22度、26度、28度、30度，对，你在没有人穿的情况下，它其实是暗的，没有光的，没有亮的显示的。然后，但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件是从一开始就穿到现在的。咪咪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啊、是的，我的也有。啊，对，有每很多衣服都会有热敏标测试，对。对，现在是28度，因为我可能穿的比较久，我穿到了30左右，对，我现在是30度，嗯，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波司登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而且它能够让你一直保持这个温度，所以说这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测试就能说让你感到冬天，为什么不感到说啊、哎、外面吹着那么大的风，为什么不感到寒冷？对对，哎，这就是我们波司登的第一个测试，叫做热敏标测试、嗯、第二个呢测试叫防风功能，嗯，来，有请咪咪帮我一下啊，我们来拿一个小的丝带，来，有请工作人员拿一个丝带，这个丝带呢等会儿可能稍微要你帮忙拿一下，然后我们把风扇打开，来，风扇打开，对，看到我们风扇吹的之后，我们这个丝带是一直在飘的，对吧，接下来我们来验证一下我们这个衣服是有多防风，好，看到没有，这个丝带一下子就不动了，这是超级防风，对啊，因为我们的这个面料是150D 的这个防加厚防风的面料，所以说它才能做到这种防风的一个设计，非常的显而易见，是吧，我们这个丝带超厉害，好好，辛苦咪咪，谢谢，好，谢谢我们工作人员把这个拿下去，所以说可以看到冬天又防风，而且又有这个热敏标，而且能够一直保持让你有这个温度，所以说进行这两个测试之后，我们这个波司登大家可能说啊、哎，其他品牌也会有，我们波司登还会有吗？接下来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清洁度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衣服好不好那完全看我们这个里面的绒的质量好不好，我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波司登羽绒服是90%的含绒，而且呢是600，我们这两款的衣服全部是600+的这个含绒量，那个蓬松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测试的就是我们波司登羽绒服里面的这个绒量到底质量好不好，来，有请工作人员，我们今天呢没有一些专业的这个仪器来测试绒量好不好，我来做一个很简单的，有请，给我一把剪刀，好，拿一个剪刀给我，我们，你猜我接下来会干嘛，你要干什么，我要把它剪开，真的，你要毁了我们的衣服，是没错，这是一件非常新的一件羽绒服啊，然后来，我接下来就要亲自把它剪开，先剪开这一层的内衬，买了波司登的小朋友们不建议做这样的实验哦，但是我们今天是为了给大家呈现一下我们波司登到底质量好不好， 对吧，所以说来，内衬剪开了、哦、接下来这个有个内胆，我们就开始剪了，有拍到吧，拍到，等会儿给大家，真是让人心疼啊，是心疼啊，这件衣服、哦、价值好几千呢，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容量是不是非常的蓬松，对吧，来，咪咪、哦、很软，非常软，非常软，对，而且您的这个绒呢是不是非常纯净的白，不会像我们身上这种纯净的白，它是有一种暖白色、嗯、而我们这个鸭绒就是暖白色的鸭绒鹅绒，
所以说呢它是非常非常高质量的一个鹅绒，而且呢正常的就是鹅绒它可能会有一点点天生的异味，嗯，但是我们这件鹅绒能够做到它完全不会有任何异味，嗯，是的，是吧，嗯，所以说我们这个鹅绒的质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所以说这个测试虽然毁了一件衣服很心疼，是心疼，但是为了给广大的消费群众能够让他看到我们质量是有多好，所以说我觉得也是非常造力于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可以回家拿大力胶贴一贴，还是可以穿了，但是我剪的口子有点大可能有点不太好补，来来有请工作人员，好，谢谢谢谢，我刚才都说了我们这个首先是绒的质量又非常好，而且这个表面的材质也是非常的好，嗯，最关键的有一些比如说女生经常会带妆，嗯，她们可能会想到这个钨丝绒有没有比较利于女生的，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防污效果，嗯，比如说女生经常带妆或者有口红对吧，嗯，你会不会有经常比如说碰到领口，很容易其实对吧，非常容易，接下来呢我们来验证这样这件衣服，来我们来依旧做一个测试，来秘密，哎，这件这个口红需要你做的就是你可以在衣服上随便涂一下口红，嗯嗯，来，那我就放在这里，可能大家比较容易能看得到，可以画了一个桃心，画一个桃心，嗯，是吧，你像正常的羽绒服肯定就擦不掉了，要需要干洗啊什么的，接下来我就用一个湿巾非常简单的去擦，非常不用力的去擦，已经擦掉了一大半，真的一点痕迹都没有，对，接下来我再擦一下就没了，哦，真的大家可以仔细看，非常的神奇，痕迹都没有，对，真的非常的神奇，真的没有，对，而且完全不会留下任何的污渍，所以就算是赶上冬天下雪也不用会不会有负担，因为有些衣服皮草如果见到泥或者见到水感觉整件衣服就毁掉了，但是我们的钨丝绒羽绒服就没事，对，完全不会一点负担都没有，对对，而且刚刚我跟咪咪一起做的这个测试的羽绒服它是124号链接，所以说如果喜欢这款羽绒服的那个朋友一定要赶紧下单，在现在下单的时候还可能有机会抢到我们价值499元的那个酷炫礼包啊，然后接下来呢我刚才已经测试了水对吧，我刚才也说了我这件羽绒服呢它是具备非常好的一个防水的效果啊，接下来来给我一个水，也需要咪咪来配合我，哦，就是我不太想泼你，然后就让你来泼我，就随便可以肆无忌惮的在我的袖子上泼，肆无忌惮浪费水，对，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哦，看到没有，完全没有，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了，对，当秘密把水泼在我的袖子上，它是以水珠的形式来流下来的，非常的顺畅，然后现在别看我这个袖子上还有一些小水珠，接下来你这样轻轻一掸，还真的水珠就没了，好神奇，对，真的非常的神奇，因为没有留在表面上去的，完全不会有，所以说这一款的这个防水又防风，但是也是防小雨啊，但是你不要有那种倾盆大雨，对，因为这两天北京刚好晚上有下雨，昨天晚上就下了，对，昨天晚上就下雨了，对，没错，所以说你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出去啊偶尔突然会猝不及防就下起了小雨，然后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又没有带伞，然后帽子一戴，对，帽子一戴，然后就让也不会感冒，一点负担也没有，一点压力对也不会淋到雨，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回家妈妈也不用批评我衣服又弄脏了，对，小的时候可能会批评，对对对，然后现在呢也是我们要避免这种情况，所以说喜欢我这款衣服的话是128号链接，秘密这款是129号链接，所以说如果有对我们这三件羽绒服有心动的朋友们赶紧下单，然后呢可以进行抽奖，甚至等会儿可能会抽取到我们价值3000元的一个免单福利，好，那么接下来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在这儿来，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国家标准是450加的这个蓬松度，嗯嗯嗯，来给大家看一下啊，480加的蓬松度啊，不好意思啊，嗯，然后我们现在身上这两款衣服是600加的一个蓬松度，哦，其实它俩我跟你讲一下它俩的这个质量是同等的，嗯，但是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它是明显是多于它的，嗯，就是因为它蓬松度高了之后它的含绒量就多了，哦，所以说导致大家肉眼可见的就是它明显多于它，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羽绒服不会显得厚重，而且超级保暖？对，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含绒量高，通风度高，所以才会有这种效果。而且呢，我们这个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鹅绒，它是有瑞士的这个蓝标认证，来给大家一个特写。蓝标在这儿。没错，瑞士的一个蓝标认证，它的特写也是非常非常好。来给我们展示一下我们这个鹅绒的这个特写。非常大朵的一个鹅绒，来看一下，秘密看一下，确实非常的大。正常的一些小鹅绒好像就身边不可能像这么多的一个柳那个絮多，但这个就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饱满，有点易燃易爆炸那种爆炸了。没错没错，大家看到。好，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完我们这个所有的材质啊、质量啊，包括一些容量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这个几个实验就要完成了，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秘密来一步到我们那个中心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非常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有请秘密我们粉丝来抽奖，大家可以把我们下来这个口令叫做羽绒服专家赶紧刷起来，我们将抽取两名幸运粉丝来送出我们这个终极免单大奖，价值3000元这个封顶免单。来参与的粉丝朋友们一定要记得点击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成为我们的粉丝，第二个一定要单笔实付金额大于等于1500元的这个支付订单才能够抽中奖。来有请工作人员。好，来，同样是秘密喊倒计时，我来截取两名，让大家再刷一会儿，让我们的弹幕再飞一会儿。好，那么现在已经非常多的朋友们，来，好，来，来，3、2、1，停。好，我们看看会是谁呢？来，已经出了，来，秘密，这是两个粉丝朋友，第一个叫做孤独旅人，恭喜您。还有第二个就是该死的心动 YYD。来，这两位幸运粉丝可以获得我们价值3000元的免单福利。如果刚才听到我喊你们的这个名字的话，幸运粉丝一定要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来沟通，来进行领奖，好不好？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同样的就是想问一下秘密，就是你在就是我们其他的这个羽绒服里面有没有一个特别想要就是推荐给粉丝朋友，或者说想要自留的一个款式呢？自留的款式，然后我刚刚在现场看到一款蓝色，就叫做现在非常火的一款克莱因蓝，然后我觉得很流行，然后因为对穿上可以拿给我们，对，就是这件，对，就是这件，就是这件克莱因蓝。然后因为穿上了以后，这个颜色其实在冬天是很醒目的。我来替大家试一下吧，而且还显白，主要是，而且这一款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跟我一样的毛绒的领子，会让人觉得特别的温暖。对，因为这款蓝色我还挺喜欢的。对，这件蓝色说实话它非常的亮，在冬天穿的话不会说显得很落寞的感觉，然后非常的亮眼。我穿上这件，我感觉因为冬天树都光秃秃的，很容易给人很沉闷的感觉，所以有这样一款有颜色元素在里面就会很不一样，对，很出跳。对，这件蓝色确实它是我们100肩膀直播间的126号链接，而且它这个版型确实还挺舒服的，而且它关键是它这个含绒量也是非常高的，然后90%的含绒量，也是600+的这个蓬松度，所以说它，而且它这个也表面也是防风防小雨，所以说能够抵御-30度的这个强效御寒，所以说这件衣服其实我觉得跟我那件衣服，我更喜欢这件衣服。首先我觉得它很亮，对，刚才秘密说了啊。然后呢，秘密，你今天你看我这件，你怎么穿一件爱一件？没有，我觉得这件确实很亮啊，因为我觉得首先它真的就是能够吸引到别人眼球。那秘密，你觉得我这件，你觉得我会怎么去搭配呢？我觉得因为蓝色的衣服已经是比较出挑的了，里面可以搭配一些简单素色一点的运动衣也好，然后或者是简单的牛仔裤、运动鞋已经就很舒服了。然后如果觉得还是会冷的话，也可以加个围巾，或者是戴一顶帽子。其实帽子也，我们自己就有帽子，所以就是蓝色不用搭配太出挑的颜色，一些比较素色，黑白灰都可以。对对，黑白灰，然后因为这个蓝色确实挺抢的，你如果再用其他颜色来修饰的话就会显得有点复杂，而且我们这个帽子确实给我们加了很多分，首先让你就觉得很暖和，就给别人一种很暖和的感觉，对，没错。那么这件衣服呢其实是男女同款，
比如说女生，你现在拥有这件衣服，你会怎么去搭配呢？因为本身我平时私底下就会非常喜欢买一些男生的衣服，就穿起来有点 oversize 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女生可以在里面穿，除了我刚才说的一身运动装啊，或者是简单的一些颜色呢，也可以穿一些比较紧身的一些显身材的内搭。所以如果有一些聚会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可以脱掉了厚厚的羽绒服，里面也是很修身的一些，或者是很好看的一些裙子，或者是靴子、丝袜都可以。对对，其实冬天我觉得女生而且尤其是在有暖气的地方，大家可以比如说穿一个长筒靴，然后穿一个这个连衣裙，然后外面穿一件很保暖的羽绒服，然后进到屋里把羽绒服一脱，还是美美的，非常亮眼的美啊。没错，刚才秘密给我们了一些男女的穿搭技巧来搭配我们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呢是在今天晚上直播间126号链接，所以说如果有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忘了来下单进行购买。那么今天呢也特别感谢秘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波司登的粉丝朋友们然后一起来探索专业波司登的保暖秘密。当然了，秘密还给我们的粉丝朋友准备了一些礼物，然后就是我们的亲笔签名照，然后已经签完了。然后等会儿呢，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来抽奖，来有请工作人员送出秘密亲笔签名照5个。对，大家还是要把羽绒服专家刷起来。对，然后我们同样的口令是羽绒服专家。好，所以让我们的弹幕再飞一会儿。对，先飞一会儿。对对，其实刚刚吊吊大家胃口。没错，然后秘密这个身穿的这个是129号链接的羽绒服，也非常好看，非常好看，而且保暖。没错，超级保暖。对，这件是女性款，然后我们这件是中性款，男女都可以穿。然后因为这件其实很多女生冬天的时候不太爱穿一些厚重的裤子。对，然后所以说这件像我这样光腿或者穿一个紧身的裤子都还是非常好的搭配。对，而且完全大家放心，它真的不会冷。没错，所以说在冬天的时候穿一件这么一件搭配的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亮眼的。好，来，我们粉丝朋友已经刷起来了，我喊来3、2、1停。好，幸运观众已经产生了。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有一位朋友没有点关注直播间哦，不是一定要是我们的粉丝才可以。对，第一位就是他，但是没有这个资格。然后我们粉丝朋友中奖的是，所以我们可以再喊一次吧。现在是有4位，等会儿我们可以再抽一位。好，分别是有山有水有人生，这是一位朋友。哦，第二位也是他，所以说第二位是蓝胖子纯靠体重，还有一个锦鲤小汤圆，那还要抽2位，然后再抽2位，3位，所以还要继续刷我们的弹幕，然后我要再喊一次。好，来抽取2位幸运观众。好，3，好，秘密了，不好意思，来，3、2、1停。好，这2位幸运观众已经产生，分别是丰收一号66666，然后分别是悠悠悠悠酸乳。好，这2位粉丝朋友，加上刚刚的3位粉丝朋友，一共是5位粉丝朋友可以获得我们杨幂的亲笔的签名照。好，如果中奖的朋友赶紧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领奖。好，谢谢。好，那么接下来的整个环节呢，我们还会送出我们价值499元的这个旅行包，会有2名粉丝朋友来能够获得。那么接下来非常感谢秘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跟我们粉丝朋友一起共度这么开心的一晚。那么接下来请秘密去休息一下，好不好？好，谢谢秘密。所以大家要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后面还有很多福利，不要走开哦。好，谢谢秘密，谢谢。